文心，你今晚有对胃感觉人不爽快无？敢有需要爸爸搁叫医生来给你看脉呢？啊？建华，我想出来都得吃。你拢无印象啊？我刚才会记得吴家宏把我的手掰开，掰开就大力，然后我就袂记啊。伊唔呐，把你的手掰开，伊佫把你杀。伊把你杀到跋落去楼梯，你受伤昏倒了后，伊佫假好衰去找医生。伊害你腰脊骨爱动手术，你拄则才为家护病房迄边转来普通病房啦。你莫有袂讲哦。对啦，你原本真爱伊，因为予你钱，予你地位，予你好个名声。啊，我即马就无一定，因为爸无一定甲财产予伊，所以你开始丢毒啊。你今日即卡手真来挂起哩，你得有陈文心即世人负责。陈文心，你家己看清楚，你身躯边的这个查甫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？莫去予恁爸为你艰苦。吴家文，吴家文，文心，你要创啥？你要创啥啦？我要叫吴家文回来，我要让伊知，伊所讲拢不是真实的。我要叫伊回来，你是阿姐，我甲出去看去，阿都无你试看吗？对，是吴家文。文心，迄天是你有协家文甲你见面，伊想要走，你无要让伊走，你搁去甲动手。算了，你家己这个无势哩，为楼梯跋落来，你莫让李建华使人啊！我哪有在胡白讲啦？建宏迄天微信跋倒的时阵，你敢有伫咧现场？你讲微信是家己跋倒的，你是听谁讲？都是吴家文。啊，是安怎吴家文甲你讲的，你都甲当作是事实。我即马伫咧讲事实，互微信听，你都讲我伫咧塞弄。你是挑故意要互微信怨恨家文的？迄暗发生什么代志嘛？是吴家文甲你讲的。即马倒伫咧眠床顶的。是你的小妹呢，伊才拄精神尔，你着紧讲是伊家己跋倒的，甲吴家文无关系。啊，你即摆是爱甲这人扫互微信是？你着是这种无要无紧的态度，才会互微信怨恨吴家文，怨叹你这个哥哥啦。我，你先不要打气尔，你莫有当面安尼加紧哦，底下吵吵闹闹。微信。你即马倒位有感觉无爽快无？你若感觉讲人若无安怎吼，你的手啊爱拿叮当嘞，脚嘛安尼拿运动者，看有感觉较好啊无？啊？卫生，啊你受伤，爱病院开刀，把着随安排医生，伊烦恼干嘞无食无困嘞，你开刀开偌久，伊就等偌久。你转去恢复室，去加护病房，伊拢唔敢离开。就算讲医生讲你的状况已经稳定啊，伊遐尔要紧你，遐尔烦恼你呢？你若清醒了，无要插伊，阁予伊歹面色看。爸，那就安尼做。非得也无要紧，我这个查囡，既然是安尼，伊就把我一个人放伫外口，唔管我是住伫庆华因家，还是病院。我是吃饭还是吃药啊？甲爸拢无关系。张飞爸无想要让你财产，无希望你嫁给李建华，你就遐尔怨恨伊。我只是唔知影，我要甲爸讲啥呢？你唔知影要甲爸讲啥，就是因为你搁咧怨恨伊。你想看卖？啊，你甲李建华出去遐尔侪工啊？就算讲无办婚礼，伊若是真心想要让你幸福，嘛应该登记啊。啊，不过伊无，因为还无摕到财产。你应该甲这个人看好清楚，才会当了解爸为什么安尼做。建华安怎对待我，我真清楚。爸是安怎看待我这个查某囝，我嘛真清楚。虽然讲我即马受伤啊，啊，不过我有判断的能力。你莫阁讲啊。张飞爸无希望你嫁予李建华。你就遐尔怨恨伊，安尼对待伊？
果你怨恨百几年，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搁较久。伫过去的时阵，我是安怎苛刻你？我替爸来安搭你几届，我讲的话你敢有听入去？无嘛，你嘛是同款，你无爱插爸啊？你即摆是凭啥物来甲我讲啊？阿、啊、你离开以后，爸甲我讲足多，我知影伊有外要见你这个查某囝。这几年，伊上忏悔的心情，一点一滴疼惜恁、请养你。我希望你莫安尼甲对待。哥，这个话你是安怎会知影？是吴佳文甲你讲的，就是吴佳文，伊虚情假意替恁爸仔囝牵线。你唔只会听爸的话，听到这么详细。哥，你今日会安尼，那是因为你和吴佳文生了，伊爱你回去厝，做一个孝子，你就乖乖啊回去，敢唔是嘞？我若是今日听恁的话，安尼唔就拄好和吴佳文在恁的面头前做一个好人，伊把我害到动手术。爱倒在遮，伊安尼毋着变做一个好人，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啊！伊把我害到变成安尼，啥子你甲爸阁看袂清楚哈、啊？爸，维新哦，才拄真神尔，你敢袂当阁建宏哦？莫阁讲啊，莫让维新的情绪遮尔激动啊！建宏，阿哥，你先莫受气去。是伊咧刺激你，伊用这款的方式逼你答应伊的要求啦。微信，自细汉，阿着事事项拢顺利的，你嘛足了解啊。今日就因为伊无希望你嫁予李建华，你就安尼甲糟蹋。我无想要阁听你讲。以前恁两个人，袂输是阮手人同款。啊，不过你今摆声声句句，拢咧替爸讲话，你如为何爸？愈假是我，就愈让我感觉你是在暗讽吴佳文。我是希望你会当看清楚这事实，莫为恁生存不良的查甫人哦，安尼欺负爸对待爸。你甲吴佳文颠倒是非的话拢听入去，是你在伤害我。恁出去，莫阁替吴佳文讲话，我无想要看到恁。微信。为你出代志后，爸烦恼到今嘛，你哪会讲出遐尼无情话啊？你今嘛看下爸的表情，因为你看到伊的表情，你就会当了解伊的心内偌痛苦、偌受伤的。你就会当看到你家己的良心，你的良心在甲你叫清醒。哥，你今嘛讲我无良心，我的婚礼予人破坏，我搬出去。我现在受伤倒在这，那都是吴佳文害的。我现在都已经变成安尼啊，你还看不清事实？你还为着吴佳文在质疑我，说我不知道清楚，说我不好，难道你的良心呢？啊，好啦，微信啊，不能这么激动。我哥现在在质疑我，骂我给我爸看，我是安怎不激动？既然恁拢认为我唔对，先做要安排医生替我开刀救我，恁就规气莫救我，让我死死的，安尼恁不是较快活？你哪能讲这款的话啦？我即摆只是甲恁心肝内话拢讲出来尔，恁若是阁继续刺激，无定就等我真正较好，我就会安尼做。你，爷，咱出来去。给我一束气息。陈维新，伊敢有较好啊？已经换去普通的病房啊。等你敢清醒啊？已经清醒啦，
啊，不过状况安怎，搁要等两天医生判断才知影。伊有较好就好啊。其实这两天我嘛就想要去病医关心伊的，啊，不过我嘛惊，万一若真是看到我，等下去刺激到伊，所以我们才来到打电话问你伊的状况。是讲，伊即马精神啊，恁爸应该有较放心嘛吼。阮爸是愈来愈烦恼啊。为什么？微信清醒了后，就只想要甲李建华讲话啦，甲阮爸当作是找份人同款的，甲伊讲话拢无要用，真无简单讲话啊！对阮爸讲话啊，每一句话都来伤害阮爸。讲阮爸无要紧，这个查某囝，伊讲哦，我怨恨阮爸，比怨恨阮爸搁较体贴，我骂伊，伊就搁较激动。阮爸是真伤心嘛，伊感觉伊甲卫生愈离愈远，伊想要关心这个查某囝，就干来当远远看。唉，从我心内当然对他个结爸爸。当然嘛是李建华，伊即马互李建华洗脑洗到足清气。我甲阮爸对伊的关心，伊根本就看袂着。伊即马认为阮爸无要给伊财产，是想要阻挡伊甲李建华结婚。伊嘛认为我咧维护你，是无想要让你为着伊受伤的代志担责任。伊即马对我还佮阮爸，就敢若存怨恨啊！伊就敢若相信李建华。我知影，我想办法处理这件代志。你是要安怎处理？之前你嘛捌讲过，即马陈文新上要紧的，就是甲李建华结婚的代志。伊认为是我破坏因的婚姻，你甲恁爸佫一直咧阻挡伊，伊毋才会对恁无信任，对恁公司遮尔啊无情话来伤害恁。恁的心结拢是因我引起的，就互我来替恁甲这心结抛开。你是要去找文新哦？嗯，互我去化解伊心内怨气。你是要安怎化解？你要去找伊，甲伊画死嘞，互伊拍，互伊骂，互李建华给你笑，笑你要做假好人，遐尔牺牲。伊想要安怎拢袂要紧，只要陈文新莫阁继续来伤害你甲恁爸就好啊。就算讲你去弄软，文新嘛无可能会答应你。李建华阁较袂放你煞，你莫学袂来啦，因为你的做法对这代志一点帮助拢无。刚刚听我目睭金金，看陈文生继续遐无情话来伤害你甲恁爸。不管伊认我破坏伊的婚事嘛好，还是伊认为我伤害伊，我甲陈文生的冲突，确实伊才去影响到恁，敢毋是？嘉文，你无想要看到我甲阮爸，去互文生用言语伤害，我嘛同款，我嘛无想要看到你互文生指责，互李建华考试。啊，不过我袂当互恁这个家，因为我不敢安尼嘴糊糊。就是我受过这么多伤，我知迄种受伤煞家己当结点点的心情，我袂得跟恁爸爸亲像我同款。吴嘉文，你到底在创啥？你是互人伤害，安尼拢无感觉性？你明明就知影你家己委屈，为什么搁爱忍耐？是为了我甲阮爸，敢是？我无这么伟大，我是为着让我家己心内较好过。因为我看到你和恁爸受伤，我心内会艰苦。哪里我嘞？我心内就袂艰苦。你的理由拢不是理由啦，不管你的理由是啥，我拢袂接受的。阮家的代志，我家己处理，免恁管。